这就是我们山里野生的大黑兔子啊，你看这有个套，不知道让谁给套住了，完了让我给逮住了，但是我现在放开它指定会跑，给大家看一下的，这就是野生大黑兔，不是家养的，你看它这个爪特别的厉害，哎呀呀呀，而且它这个毛现在正脱毛的时候，哎呦妈，它这个毛现在它正脱毛换毛的时候，这种粗的铁丝还不算特别的，这套好像不是套兔的，说让这个不知道套什么的，说让它给踩上碰上了，谁当你看现在、哎哎、一会儿就给你放走了，哎它肚咋这么大呢，它应该是怀孕了，不是它这肚咋这么大呢，他有点受不了了，他应该怀孕了。哎、你轻点刺激的，你轻点刺激。他好像有崽儿了，轻点刺激。好像有崽儿了，好像要那啥了。你说你得够倒霉的了，那么大个小套，那么大个套你都能套进去。哎，王斌，他这边钉草爬了，你过来看。轻点喊，你看他给他整急眼了，一会儿整疼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抱抱，你看他这钉草爬的了，你看看，你看是，你看下面这黑点儿、哎，两个呢，钉两个呢。这两个草是吧，一会儿给它薅下来，别薅了、嗯、哎呀妈哎呀妈，薅了它，给它放走它吧，好啊，行，慢点，别动，我放你走，放你走，放你走，好吧，哎呀呲呲就溜。在我们大山里啊，这种野生动物很多啊，但是它兔子小，容易好套住，我们给它放生了，刚给放走。其他大动物还有，但是上山一定得注意安全，因为这个兔子我刚才一摸啊，它肚子鼓鼓的，应该是怀孕了，要生宝宝了。这附近有兔子啊，这跟前肯定会有它的窝，有它的家，要不可能有兔子的，它都是有活动的范围内的。我们山上啊，兔子有两种，一个是黑兔，一个是白兔啊。有一种兔子这时候它是黑色的，等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它就会变白，但是它这种兔它就是黑色的兔子，不是白兔，所以它就一毛一直是这样颜色，但是现在有点褪毛了，它已经安全的回家了，我们给它放生了，救了它一命，要不让别人逮着，说说就给它炖了。我们给它放生了，大家不用担心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，我们也要回家了，拜拜。